武夷北路闽江源头，一座千年古县扼守闽赣咽喉，一滩高一丈，光泽在天上，境内连峰近千仞，这里是福建屋脊光泽。三千多年前的池湖商周遗址展现出闽北文化的灿烂，也滋养出一方风韵。今年不必忘年。光耀天地的红色传奇在绿水青山间久久流传，责备苍生的愿景在光泽人心中生根发芽。光泽在山环水抱中把座座高山和片片林海打造成了盛满希望的风帆，奇秀东南，续写新的华章。光泽县博物馆馆长黄富莲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些纹饰精美的印纹印陶，这些蕴含着沧桑往事的古陶见证了光泽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光泽县池湖村相继发现了一些土碗陶器。省文物考古专家组来到池湖村，发现了10处古墓葬。1995年10月，考古队员们经过发掘，一处墓坑长7.9米、宽5米的古墓重现天日。然后依山傍水，商周的时候呢，先民呢就很喜欢居住在这个小山包子。专家推断，这座古墓是福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商周古墓。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池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在池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黄富莲发现了数量繁多的黑衣印陶。所谓黑衣印陶呢，是指陶和瓷的过渡阶段，通体凿衣黑陶的原料呢，很可能就是含铁锰的草木灰水。烧制过程当中，印陶呢温度需要1000度以上。那专家研究发现呢，当超过1200度时，就成为绛褐釉。这为原始瓷技术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件造型完好的象鼻盒是最吸引黄富莲的一件文物，通高35厘米，器形饱满，线条流畅，工艺复杂。各部分独立制作后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斜直上扬，后端为椭圆形器口，复圆骨呈扁球形。出土的象鼻盒呢，关于它的用途至今呢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是礼器，是身份的象征，同时它的出现是光泽地区制陶业精湛技艺的体现。精美的印纹和精湛的工艺足以展示3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富足而美好的生活。
一件件神奇的陶器蕴含的丰富想象力，让今天的人们依然赞叹不已。就在光泽池湖遗址发掘引起国内外专家关注之时，2013年，考古部门在崇仁乡沙坪村一带再次发现了一处商周村落遗址。这个福建省罕见的聚落遗址，让光泽获得了闽北文化古摇篮的称谓。从目前资料看，如此众多的礼器和日用器的出土，可以判断出距今3000年左右，光泽地区应该有一个初具礼制的文明形态。在出土的陶器上，精美的纹饰再次吸引了学界的关注。这些神秘硬陶上的印纹是久远历史的印记，也是人类文明的符号。经过研讨，专家们认为光泽县池湖一带曾经是闽北乃至中国南方印纹硬陶文化的中心。2013年，光泽池湖遗址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地处闽赣交界的光泽，是中原入闽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无数中原移民翻山越岭，从这里进入福建，繁衍生息，辛勤耕耘，创造了博采众长的闽文化。北宋太平兴国4年，公元979年，朝廷建光泽县，寓意光耀天地，泽被苍生。高山峻岭无法阻止人们迁徙的脚步，也无法阻挡文化的交汇与延续。经过3000多年的岁月积淀，光泽正孕育着更璀璨的传奇。中共光泽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关茂友，2012年曾接到一个任务，为光泽历史文化传奇故事的出版挖掘光泽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史料。光泽人何秋涛，在当地街谈巷议、口口相传的讲古中，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位清代学者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地理学和方志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乾隆后，边教多事，夹道间学者见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里，而徐松、张牧、何秋涛最名家。这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何秋涛的评价，而《中国通史》的主编、历史学者白寿仪更是认为何秋涛与林则徐、魏源的工作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光泽人何秋涛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方志学家，他所著的《朔方备胜》是一部论证缜密、自成一家的高质量地理方志名著。世代居住在光泽福民坊的何秋涛，少年时代便展露出对地理学的喜好与天赋。清道光24年，公元1844年，年轻的何秋涛得中进士。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清代方志古籍的抄本错误百出，何秋涛清奇官俸购书数万册，对古籍纠积错误进行校正。他先用蝇头小字
在题记行间进行眉批，待语句通顺后沾缀草稿，最后再进行补正遗录。严谨的致史态度让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备受赞誉。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张牧临终前嘱托何秋涛续补遗稿致书《蒙古游牧记》。何秋涛花费10年时间校补了前12卷并补齐4卷，合计16卷的《蒙古游牧记》至今都是西北史地名著。何秋涛有感北疆历史地理未有专门的论述，将官司著述中有关北疆的史料进行分类排比，考定汇成《朔方备成》一书。朔方备成是何秋涛的心血之作，这部被咸丰皇帝赐书名，重臣李鸿章作序的80卷专著，记述了自汉唐到清道光1000多年中俄边界关系。该书融纪传、编年、考据、注释等形式于一体，其中考定辩证诸书达20卷之多，详尽辩证成为何秋涛方志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朔方备成记录了北疆各民族的历史、风俗、迁徙等众多的人文风情，并制图说一卷，共25幅，图史结合，大大提高了《朔方备成》一书的史料价值。这种以兼方志外纪之体的编撰形式独特。何氏宗谱，好像更早嘞，这是秋涛嘛？这何秋涛，对，这是何氏的第45世，好，对，没错。这里很多记载秋涛的很多文字啊，有文字记载的，这要详细去看。何秋涛编撰的《地理方志名著》，博采众长，论证缜密，下笔精当，是我们编撰方志的准则和目标。光泽县城，何秋涛故居静静地立在后街小巷中。100多年前。年轻的何秋涛就是在这里识字读书，走向京城。何秋涛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着光泽的民风，四乡学子勤学苦读，书香氤氲了周边村镇，高山林海中的光泽成为礼义文教的兴盛之地。光泽人至今保留着何氏故宅，也保留着往昔的书香岁月。凭借世代传承的方志史籍，中国人拥有自己丰富的历史记忆，骄傲于民族的智慧和经验。何秋涛撰写的《朔方备成》在中国方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而方志文化在光泽这片土地上的弘扬与传承，历经岁月洗礼，更加璀璨夺目，光耀千秋。地处闽赣交界的光泽，在与江西接壤的边界线上遗留着唐宋元明年间修建的9关13隘。因险峻的地势，光泽自古就是一座战城。红色记忆，
光泽革命老区编委张善征正在收集光泽革命老区的史料。1934年秋至1937年冬，在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坚守在中国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1934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从中央苏区战略转移后，闽北苏区成为敌人重点清剿的对象。数万敌军围攻了闽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初，留守闽北苏区的红军转入游击战争阶段。为保存革命力量，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中共闽赣省委领导红军游击队独立开展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光泽的朱母岗上，激荡着红军游击队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英勇气概，也铭记着光泽群众舍生忘死、送粮送衣的雨水情谊。金阶从小就具有剑侠精神，身怀忧国忧民的抱负。蔡金阶担任牛田区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主动要求保护安置于山洞中的红军伤员，与敌斗争中1936年英勇牺牲，年仅30岁。我大伯在世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他10岁左右的时候帮我爷爷送情报，后来我爷爷牺牲了，他就帮山上的红军游击队送情报，他把情报都藏在棉袄里，经常上山。光泽，这块烈士鲜血染红的热土，红色的旗帜一直高扬。闽赣省委领导的闽北3年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开辟和坚持了闽北游击区，特别是1930年后，闽赣省委迁到光泽朱母岗后，以此地为中心，紧紧依靠光泽和闽北人民群众，取得了3年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得到各界响应。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精心推动促成了国共大周谈判，与国民党代表在光泽寨里镇大周村达成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协议，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在闽赣地区的实现。对于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历史，陈毅元帅在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在与我党中央3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常年的包饺下，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的贡献。乌军山不语，隐藏着多少红色的故事。平溪水潺潺，见证了无数革命壮举。2018年，在张善征和众多文史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红色记忆：光泽革命老区》一书顺利出版，
一个包括烈士文化园、故居和展览馆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群，构成了一座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长廊。光泽人在这里回望革命历史，也让英烈精神烛照未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光泽县如塘村都会举行隆重的庙会。戏台上，三角戏业余剧团的表演是庙会最吸引人的场面。每到这一天，摄影爱好者沈少华都会早早过来。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着三角戏在光泽的传承。因演出时角色通常只有小生、花旦、丑角、青衣等三四个角色，这种传统的地方戏曲被称为三角戏。三角戏作为闽北的地方戏曲，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三角戏就是福建地方乡土戏的一种代表。起源于江西的三角戏，在明清时期传入光泽后，不断融入福建民间的茶灯戏等地方戏曲，形成了质朴诙谐的独特魅力，在光泽县传承至今。要到娃外面嘛，坐娃上来了。好，停一下，不是这样子，一步又停一下，这是男人脚步，就是一步，再就马上又一步过去，手扇子打出来又响亮，走起路来这个袖子一抖。吴龙兴是远近闻名的三角戏艺人。叫表情。我17岁跟父亲学戏，开始就演花旦。后来就演小生，在团里面就缺少一个丑角，我就演丑角。作为地方小戏，光泽三角戏朴实亲切，活泼自由。由于是从江西采茶戏、赣剧及皖南黄梅戏演化而来，三角戏的对白依然运用江西方言，而唱词则采用普通话和光泽本地方言。舞台上，生角常手执扇，旦角手挥帕，丑角手拿烟杆或折扇，表演神形兼备。在吴龙兴看来，光泽三角戏最大的特色是没有皇帝，没有官，讲的都是身边的家庭事。男人看到三角班，锄头耙子丢一旁；女人看到三角班，房门窗户忘了关。乡土气息浓郁的三角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戏，演员是农民，演的也是农家事。小啊小仙子下夜江河来，十八个女子下夜江河来。经典的剧目《双福传》在江西已经失传，在我们光泽才能看到。家发那有这个在其他地区已失传的三角戏剧目，在光泽仍能看到，这吸引了沈少华的关注。这应该与传统的三角戏特色有关，丑角唱丑角的词，旦角唱旦角的词，各自都是口口相传，并没有统一和完整的唱本。
光泽三路坑三角戏团传承有序，将几近失传的剧目传唱至今。乡土文化艺术，近年来光泽县文化馆开展了三角戏进校园活动。2017年，栾凤中心小学成功申报福建省第二批传统戏曲艺术扶贫基地示范点。通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查阅，沈少华对三角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解读。2019年，记录三角戏传承的画册《武夷古韵光泽三角戏》出版发行。一幅幅图片鲜活展示了一代代戏曲艺人在舞台上的坚守。三角戏穿越高山的阻隔和时间的流逝，在光泽演绎着古老的腔调与韵律，也传承着无限宽广的文化意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数百位演员用6分钟的时间演绎了让世界惊艳的一幕。因为这段表演，人们重新记起了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千百年来，活字印刷在闽北山城光泽传承下来。面积不大的光泽县博物馆专门辟出了一间展示陈列一套文物，这就是光泽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木活字印刷工具。活字印刷，我们主要是拿来做家谱。首先呢，就是把字找来，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盒子，整个字盘里面要去找一个单人盘的盒子出来，找好了以后就交给师傅去摆盘。每当有专家学者来访，光泽人都会向来宾介绍这套有着极高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文物。这套清代的木活字印刷用具是光泽人的骄傲。宋代孟西笔汤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光泽的这套木活字印刷工具拥有近30000个活字及完备的配套工具，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堪称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光泽县寨里镇，邹长明老人依然沿用家传的技艺，用木活字模为乡邻们印刷族谱。这是光泽仅有的一家木活字印刷作坊。光泽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手工印刷技艺。这种小作坊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是和本地的民俗有关。比如说一些宗族编修族谱的时候，他们还是习惯用木雕印刷。此外呢，还有一些庙宇啊，他们在印制经籍的时候也喜欢继续使用这个木雕印刷。光泽木活字印刷术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刻造木活字技艺。
匠人要先把字反写在梨木块上，用尖刀刻字，用细尺小锯将木块上的字锯成单个字，再将单字修理整齐，使之高低大小一样。大的字母字面有两厘米高，小的有一厘米左右。每个字按其大小分类，再按字的偏旁部首有序地排放在字盘里。光泽木活字印刷工序中，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包含着3万至4万个木活字的字盘。排版时，一人念稿排版，一人取字供应。印刷工匠按照应印的文字资料，根据文字的偏旁，从字盘中找出所需的字母，逐一排好，并在木格中用木块、木签等将其挤紧，制作成一个活字印刷版。完成一本族谱印刷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天，但印出来的文字点画分明，笔锋犀利，深受赞誉。2011年，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学们，这两个什么字？光泽。正因为我们宋代佛字印刷这个字体啊，我们在雕刻之前都是用反字写的，然后刻出了以后就成了正字。校园里，兴趣小组的同学们跟着邹长明学习雕刻和排版。孩子们有板有眼的招式和专注的眼神，让老人看到了手艺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闪耀着中国古代文明之光的活字印刷术，不仅陈列在光泽的博物馆里，也无声地走进了新一代光泽人的心中。2017年，原国家林业局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森林步道名单，其中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从光泽县境内穿行。光泽迎来了一批批领略闽北风光的游客。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光泽古民居和古戏台、古廊桥等建筑物得到修缮。闽北古民居营造技艺传承人毛景荣最近和他的团队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停一下，这个是清代的祥林图，各方面是很精细的，线条啊很平均的，你这里都没有到位。你看，给他这个刀开下去，就不同。几年前，许多民居因年久失修，造成墙体坍塌。毛景荣通过力学原理，利用铁葫芦先将墙体受损处承压减轻，再用锅形铁片均匀插入墙缝隙处，采用微调的方式。不用翻件，直接将倾斜的墙体扶正。为了让建筑物经久耐用，毛景荣在维修古建筑物时，门窗制作不用铁钉，只用热砂炒制出的竹钉。而这恰恰是传统古民居营造技艺的关键。我们这个刨除和这个柱子我们要连在一起啊，没有缝隙，我们就要用这么长的竹钉打过去。竹钉不会生锈，修的房子基本上
都不会坏。为保护闽北古民居营造记忆，2009年，光泽县成立了光泽县文物保护维修中心。运用闽北古民居营造记忆修复的一座座建筑，成为了游客们访古探幽的好去处。巍巍山岭，莽莽密林，生态是光泽最大的财富和优势。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光泽利用科技创新，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一个个绿色果园、绿色农场掩映在山间林下，青山耸翠，碧波珠秀，这是古人对光泽的诗意描写。勤劳智慧的光泽人把一座座高山建成了一座座绿色金库，装满了四季的喜悦，也装满了千年的幸福。商周文化的灿烂在陶器纹饰中重现，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古老方志中流传，国字印刷印刻下传统手艺的光华，三角戏文吟唱出风土人情的古朴，岁月的光影在闽北群山之上折射出璀璨千年的光泽之美。商周遗迹，文明之光，光耀天地，山光水色，生态之美，责备后世。